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我是洪伟翔律师。今天是10月3号，我们第81次的正式直播，多谢读友们的支持哦，81次了，大家还对我不离不弃，而且人数一直在上升啊，刚才也到了4200多人，真的谢谢大家，这个已经是我们四五月的观看人数的3倍哦，我们的 subscriber 也已经到了48000人。多谢所有读友们的支持，所以在这里也呼吁读友们点赞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也更多人看到，还有最重要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在这里我也呼吁所有读友啊，现在在线的4000位读友，可以的话去 Facebook 找我们翱翔天际 AXTNJI， 你去 Facebook search， 如果你有 Facebook 账号的话，去 Facebook search 我们翱翔天际的专页，然后点赞我们的专页。我的专页已经开了2年了，可是点赞才34000，34000其实也是蛮多人的哦，因为华人的专栏作者其实我是排名第2哦，没有非政治人物写文章的，而且我也比很多政治人物的点赞还多但是2年了还是30000多人哦，虽然一直有提升，你看我们的 YouTube 才开了1年多，已经要50000人了，48000多人，所以很多 YouTube 的读友还没有点赞我们Facebook 专业的，劳烦大家直播完了之后去 Facebook 专业搜寻一下翱翔天际，打 AXTNJI 就可以点击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专业，然后帮我点赞一下支持我。在我们的专业会有直播的预告，也会有我的专栏文章，如果有什么大事我也会有及时评论，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follow 去点赞一下，谢谢大家哦。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讲题，也是压轴的政治讲题，就是穆尤丁的战斗态势及阿扎丽娜当官。什么是穆尤丁的战斗态势？就是穆尤丁放了狠话哦，他说乌统不要跟我们谈，那我们就不会跟他谈，我们会全面开战。而且刚才第一个讲题有讲到，穆尤丁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考虑我做政府的时候怎样去对抗疫情的，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然后穆尤丁也放了狠话哦，绝对会跟乌统全面开战，而且他也说我们已经展开议席谈判，西马的议席谈判就只有3个党，什么党？就是土团、回教党跟民政党。所以你看到有几个可以透露的消息是什么？马华也没有，这个是又说中了。我很早就跟大家说，在穆尤丁要倒台的时候，马华是支持穆尤丁不跟乌统的哈。当时纳吉还骂马华说你们忘恩负义，很多人就说马华要换了。我当时就斩钉截铁的跟大家说。Come on 啦，马华是不可能会跟土团的，马华一定会回去乌统的怀抱，这是100%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分析就可以知道，详细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回去，现在也证实了，马华一定是回去乌统，马华没有逃离乌统的能力。其实最好去让乌统进行改变是509之后的那6个月，我写了好多篇文章，我现在在筹备我的第2跟第3本书、第二本书就是讲509奇迹大选，然后第三本书就是讲2月阴谋政变，第2、第3本，所以我最近都在读回去我之前的文章，我也看回去当时变天之后我写了好多篇对马华说你现在要逼迫乌统改变，乌统改变你才可以活啊，乌统没有改变，你马华是死路一条的，你马华不要以为行动党是你的敌人，马华一直以来的敌人都是乌统。乌统有一个比较温和的首相上来，马华就会大胜。2004年乌统首相是贪污腐败的，马华就会遭殃。因为为什么？因为马华本身是没有话语权，马华本身是不能行诉政策的，而且他连跟乌统说不的勇气都没有，讲难听一点就是哈巴狗，讲好听一点就是应声虫，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你必须要迫使乌统走中庸开放的路线才是对马华最好的，而且当时真的有机会马华可以迫使乌统改变，所以我当时写了好几篇文章，至少有5、6篇文章呼吁马华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但是当然很可悲，马华一个都没有做了，所以现在回到自己的窘境，马华再来届大选基本还是死路一条了，当然席位可能会增加1、2个，但是席位会不会增加不是看行动党，是看乌统会不会夺回那些有胜算的席位，像埃当
魏家祥的区，魏家祥的区应该可以保住了，但是丹中 BI 你 保得住吗？然后还有几个啊，还有 Rau 这样子的区，文东，文东以前辽中来的区，你保得住吗？如果这些席位你这些稍微有胜算，因为乌翼比较占多，乌统它的能量分一点给你，你可以胜选的席位给乌统拿去，那你的胜算就大大降低了。所以马华的敌人不是行动党，而是乌统，这点所有马华的滚滚诸公必须要明白的，必须要明白。所以我们再回到穆尤丁强调开战啊，刚才扯远了一点谈马华，所以穆尤丁他也是把马华排除在外，连马华都不谈，我们就跟民政谈。当然民政是死路一条，任何人认为民政会赢，我都说这个人是白痴。我十年前就写了文章，民政已经是穷途末路了，穷途末路民政党，大家可以去找那篇文章，十年前写的。那为什么穆尤丁他还要接受民政党呢？这个也是之前我就有分析过的，我说民政党会靠拢国盟，会靠拢土团，土团也会接纳民政党，虽然民政党是这么的废，原因是因为穆尤丁不可能在大选的时候说我们只要60%的选票，剩下的40%我们放弃，不可能，所以他一定要民政党来粉饰门面，所以民政党唯一的功用就是点缀，就是点缀而已。所以你看民政党也知道自己的地位啊，所以他很卑微，刘华才很卑微的说我们不敢讲我们要竞选多少个席位，我们会努力去谈，希望国盟会给我们多几个席位，你看根本跟乞丐无异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民政进来的原因。当然我很早就分析，包括喜来登政变阿兹敏派系跳槽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阿兹敏临近大选的时候一定会成立一个政党，或者是加入多元种族政党，把这个党变成自己的党，一定会，因为他在土团里面是不能面向选民的。像我们的铁粉梁卓金 YB 梁卓金，为什么他现在都没有加入国盟？他已经是亲国盟的议员嘛，没有，因为国盟没有党给他进啊。民政党你进去就是死路一条，任何人用民政党上阵保死，那你用土团上阵，你非乌翼用土团上阵也是保死，所以只有等阿兹敏创立一个真正，或者是改去借壳上市，拿一个党来改成多元种族政党，这些人才有一线生机啊。你在土团里面做附属党员绝对是死路一条的，包括张发虎这些人，所以现在在阿兹敏还没有创党的情况之下，民政党就是起着门面的作用。如果阿兹敏真的创党了，我告诉你民政党应该是竞选个位数的席位啊，十席以下，十席以下的国会议席100%。为什么？僧多粥少啊，阿兹敏要上阵，而且阿兹敏的胜算是比你还要大的，所以这是国盟的情况。所以其实在西马的国盟真正只有两个党，一个是土团，一个是回教党。回教党为什么现在比较靠拢土团，这个也是我之前就分析过了，我这里就不说，但是我告诉你回教党到现在他还没有下定决心，为什么回教党没有下定决心？就是因为穆尤丁的强势。为什么穆尤丁现在一直要把自己装得很强？包括去年七八月的时候，穆尤丁一直说我要大选，我要大选，大家准备好，一直放消息，学校的那些警察不可以放假，我们随时要大选。我当时就分析这个是放假消息，穆尤丁只是要假强硬，要给大家知道我不怕大选，因为穆尤丁不能示弱啊，他一示弱就会有骨牌效应，这是我一直所说的。所以现在的情况也是，你说土团跟乌统打三角战会有胜算吗？100%没有胜算，这是很早就已经分析，喜来登政变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分析了。穆尤丁肯定也知道，甚至他自己的八哥，如果乌统没有让，我相信乌统也很可能不会让，很可能不会让。如果乌统没有让，穆尤丁要在自己的老巢八哥胜选都有一定的难度啊。那为什么穆尤丁还敢这么强硬？道理很简单，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穆尤丁是不能退让的，他一退让整个国盟就崩溃了，所以现在他必须死命拉着回教党，死命拉着回教党不让回教党走，
他这个国盟还可以勉强团结起来，勉强画一个大饼告诉他们的党员，告诉他们的支持者，放心，我们不会输，我们有的打。你看 PAS 都选择我们，他就是要这样。所以 PAS 会选择穆尤丁，当然从利益角度是你跟巫统你拿到的东西很少，你跟国盟你拿到的东西可以多。最简单就是击打丁家楼、吉兰丹，巫统会可能让给回教党啊。其实回教党最着眼的就是这三个州，这三个州你让我们执政就没问题了，其他的我们可以谈，我竞选少一点不用紧，但这三个州我一定要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跟主导地位。但是巫统是不可能在这三州让给回教党，即便吉兰丹州回教党的老巢，巫统也不可能让。哦，巫统至少也要竞选40%到50%的席位，或者是平起平坐，不可能。因为巫统每一个区部主席都想上阵，每一个区部主席都很有实力啊，所以巫统是让不了的。在登嘉楼在吉打更不用谈，巫统在登嘉楼在吉打是比回教党还强的，他要怎样去让回教党主导？所以回教党跟巫统合作，当然他胜算比较大，但是他可以上阵的席位，他的影响力会大幅度的压缩。而且你要知道，回教党是从来不怕单打独斗的，哦，这个就是回教党厉害的地方，他不怕单打独斗啊。火箭敢单打独斗吗？火箭已经几十年没有单打独斗了，哦，可是回教党敢单打独斗，哦，上一届大选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他会比较倾向于土团的原因就在这里。你看土团登嘉楼、吉兰丹、吉打三州的主席直接都给你回教党，议席分配也直接讲明由你回教党主导，你给我们上什么席位我们就上什么席位，哦，所以这个是利益。但是单纯的利益，这个利益是很短啊，我们最重要更大的利益是要可以执政，要获得执政权，要可以吃香喝辣，要可以当官嘛，当官才是最爽的嘛，你做州政府没有那么爽，哦，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所以PAS 除了利益之外，他还要看更强远的，所以穆尤丁他就一定要强硬，哦，一定要表态我们有机会可以赢，而且我们很可能可以赢，我们不怕巫统，跟巫统打我们会赢，只有这样子他才可以拉着 PAS 来继续维持这个脆弱的国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穆尤丁一直都在半强硬，哦，我跟你说他是外强中干的了，哦，外强中干很明显的事情，但是他不能倒，哦，他不能倒，就跟之前我一直说他认错他就输的原因是一样的，骨牌效应，所以他现在也只能强硬，哦，所以这个就是穆尤丁现在摆出这个战斗态势的情况。而且穆尤丁他一直以来都是强硬的，哦，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像我们说，哦，因为我告诉你穆尤丁大家不要看他好像什么番薯，很多人说他是黑番薯，哦，其实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我说过很多次了，他可以在柔佛爬到这么高，然后可以在巫统，巫统是最多精英的政党，你们不要看不起巫统，哦，巫统是种族主义，巫统是大魔头政党，巫统是破坏我们国家的政党，但是他是最多精英的政党，没有一个政党的精英比巫统多，哦，我的马来同学几乎全部都是进巫统的，而且你不要认为我的马来同学都是很差的，哦，我跟你说我很多马来同学是很厉害的，哦，我自己是完全不用跟他们比的，哦，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啊，所以，这是穆尤丁的战斗态势，我这样子讲，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就讲一下阿扎利娜当官了。阿扎利娜当官就是他最近受委了首相级，首相的顾问，哦，而且这个位置是部长级的，其实打脸了很多人，包括在铁粉群，哦，丹金钓大哥，他其实不是酸民啦，很多以为丹金钓，因为他很喜欢反串啦，啊，哦，他之前发一个帖打脸我，结果引诱很多人下来留言说阿扎利娜没有当官打脸洪律师的，当时我就留言，哦，我留言写了两个部分啦，哦，然后我有说阿扎利娜还没有当官，你们不要这么高兴，我知道你们很想打我的脸，结果阿扎利娜当官了之后，金钟大哥他自己出来认罪，哦，他说最后是我被打脸，哦，然后很多留言串也是，所以阿扎利娜现在当官了，而且当了部长，哦，部长级的位置，首相顾问，打脸了很多人，哦，所以我现在要分析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为何升阿扎利娜？第二，为何现在升？哦，我把后面的
政治考量跟后面的因素分析给大家。第一个问题，为何生阿扎琳娜？答案很简单，因为阿扎琳娜我们之前就讲过了，阿扎琳娜是巫统里面党职派里面少数没有官司缠身的，少数形象很好的。阿扎琳娜以前做部长的时候也几乎没有什么丑闻，除了那些攻击他的外形攻击他的性别的，这些是废的，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攻击，其他的阿扎琳娜都很好，非常的专业，然后也开明，然后没有丑闻，也不是官司派，虽然他是属于党职派的，所以他是党职派里面正面形象最好的。所以如果你要说你要升党职派里面的人来做官，阿扎琳娜其实是首选，所以现在沙比里做首相，沙比里是巫统的首相嘛，我一直都说你不要以为沙比里是亲穆尤丁，沙比里是亲巫统的，他之前会跟穆尤丁站在一起反扎希，最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啊。现在他当上首相了，巫统的利益已经得到照顾，所以有一些时评人说什么巫统是最大的输家啦，巫统政变了个寂寞啊，这些人很明显是分析错误的，巫统是最大的赢家。所以当沙比里坐稳了首相位置，他必定会提升巫统的地位。其实内阁里面巫统的地位也已经提升了，大家可以看回新内阁出炉之后当晚的直播，我有分析，其实巫统的部长是增加，副部长也是增加，除此之外巫统的部长也拿了很多土团，跟土团调换了重要部长职位都给巫统拿去，比如说新闻部长，比如说乡村发展部长，乡村发展部长是马来政党最重要的部长，就像马华一直要拿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一样，因为马来乡村就是巫统的基本盘，房屋地方部长就是管新村，新村就是基本盘，而这个房屋地方发展部长、也给巫统拿去了、在内阁改组沙比里上台了之后，所以巫统的地位是提升的，但是他没有降低土团的地位，他是提升了巫统的地位、所以他这样子就不得罪土团，还增加了巫统的地位，但是他还是要安抚官职派啊，他还是要安抚党职派啊，毕竟在内阁里面党职派扎希纳吉这一派是没有拿到什么东西的，所以他现在肯定要升党职派的人、然后你不可能给阿扎琳娜去做议长，之前也有人谣传阿扎琳娜会做议长，没有部长好做会做议长，我也是马上说不可能，因为你没有理由换阿兹哈，你换阿兹哈会有很大的风险，这个也是又了、不是我说，不是我好练的，是有一说一了，也是又了。阿兹哈是稳如泰山的，西蒙现在还有讲要换阿兹哈吗？你看也不了了之，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演戏，所以你要安抚，当然阿扎琳娜就是最好的首选，沙比里一定会提升巫统的地位，而且沙比里想要在巫统里面更上一层楼啊！只有在巫统里面更上一层楼，竞选主席或署理主席，他已经是副主席了嘛，他要更上一层楼就只有两个职位，主席跟署理主席，他要做首相他一定要更上一层楼，所以上个星期也有谣传哦，纳吉放风声出来哦，我们要组队，我竞选巫统主席，纳吉竞选巫统主席，沙比里竞选巫统署理主席，纳吉不可以做首相嘛，所以沙比里是可以让的，我给纳吉做主席，然后我做署理主席，我做首相，然后我安顿好纳吉就可以了，这个是很可能成事的，所以纳吉他故意放这个风声出来，就是我之前一直说的为什么会有谣言，你要看是谁放出来的谣言，如果是既得利益者放出来的谣言，就是 death 方向des 风向，所以纳吉是 des 风向、所以这个是有可能成事的事情、他们已经在 des 了、这个也是又说中了，我一直都说在喜莱登政变沙比里做高级部长的时候，我就说沙比里是纳吉的人，纳吉是最高兴的人、大家可以看回去喜莱登政变内阁出炉的那个直播，我还记得是在我的饭厅直播的、所以沙比里他要在巫统里面更上一层楼，这个是一定的事情，扎希是完蛋了的啦，这个也是讲过 N 次的事情、在纳吉的 plan 里面，在沙比里的 plan 里面是不会有扎希的地位的，扎希已经是政治死人，所以他要更上一层楼，他一定要安抚巫统部分对他不满的人、
你要赢你一定要全部人都照顾到，所以党职派在内阁没有拿到什么东西，他要安抚党职派，而党职派里面有能力的人就是阿扎琳娜，形象好的就是阿扎琳娜，没有案件的就是阿扎琳娜，所以很自然会选择阿扎琳娜。这个是第一点，为何选择阿扎琳娜。那第二点，为何现在升呢？道理很简单，阿扎琳娜之前辞职辞了个寂寞啊，内阁里面没有他的位置，为什么？我也有分析的哦。之前老穆不同意，因为道理很简单，老穆是四党职派巫统的党职派是他的敌人，现在要给敌人进来，我不给他多，我给他一个位置，你说这个位置我会同意有争议没能力的人还是无争议有能力的人？你以敌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是以朋友的角度，当然是希望有能力的人进来，如果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角度，当然是希望有能力没有争议为国为民的人进来，但是如果你敌人以自私的角度来看，你会选，当然是选择有争议的嘛，做不了事情的嘛，就是来摆设的嘛。所以这就是为何诺欧妈巫统的雪兰莪州主席，这个人是非常巨大的争议，每天讲鸟话，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诺奥嘛，可以入阁的原因。阿扎琳娜没有入阁爆冷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内阁老穆可以不同意哦，因为内阁是我们集体的决策啊，我没有 support 你做首相，你不可以 appoint 内阁，但是现在我是委任首相顾问，老穆还可以反对吗？老穆当然还可以反对，因为我是支持你的人嘛，国盟还有100个议员的支持嘛，我还是最大的势力，还可以反对，但是你反对的力度肯定就没有在内阁部长反对的力度高了，因为很简单嘛，现在是我要委任我的顾问啊，我要委任我的顾问，我还要问你吗？当然我问你，我是尊重你，但是你就要给脸啊，你不可以太过分，因为这个是我的顾问，你之前委任法伊扎做你的顾问，老穆倒台前一个月委任了霹雳州失败的大臣，最丢脸的大臣法伊扎现在的青体部长做他的顾问，这个很明显是不应该的事情嘛，你就是安抚嘛。当时给法伊扎的原因我也有分析，他就是安抚法伊扎，因为土团的原生派是最可能会跳槽的，法伊扎就是土团原生派的大将，所以他要安抚他，当时巫统没有反对啊，你这样子安排自己的人拿政府的资源，所以现在我委任你也不应该反对，所以他的阻力会比较低，这个就是阿扎琳娜可以的原因。而且大家还记得吗？三四个礼拜之前，我记得是我去打疫苗的时候，很多人来问我，两个多三个礼拜前，就是洪律师纳吉要做首相顾问啊，传得沸沸扬扬，当时晚上的直播我也有讲，其实这个是谣言来的，已经传了一个多礼拜了，为什么不能成功？因为穆尤丁大力反对纳吉做政府的官位，可以做首相顾问卫统部长，因为这样子沙比里会在内阁里面多一个靠山，在政府里面多一个靠山，增强纳吉的势力，增强沙比里的势力，那我要控制沙比里就变难了。而且纳吉现在人气高涨，他的 boss gu 人气高涨，而且他是前首相，他做首相的经验也比穆尤丁强，以前穆尤丁是他的老二啊，穆尤丁还举一个牌 I love PM 啊，不懂大家还记得吗，所以穆尤丁肯定不希望纳吉进来，所以穆尤丁我当时也有分享内幕，穆尤丁是强烈的反对，所以纳吉到现在还不能做首相顾问，所以现在阿扎琳娜这个位置本来是要给纳吉的，但是像我早就已经说的，穆尤丁的强烈反对，纳吉不太可能可以做，所以这个位置就一人退一步，沙比里说我要委任顾问，我要委任纳吉，你不给，你说纳吉一定不可以，那我退一步了，我委任阿扎琳娜，你也退一步咯，让巫统的人进来做，这样子自然就水到渠成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给阿扎琳娜入职的原因，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阿扎琳娜也梦寐以求得到了他的卫统部长的地位。我在这里强调，大家不要以为部长就只是拿薪水，我们不说 under table 不说外水，单单他可以委任的机要秘书、新闻秘书、政治秘书、司机，除了他自己的薪水，除了他自己的津贴几万块之外，至少都有四五万五六万之外，他这些
高级机要秘书啊，机要秘书、政治秘书，每个月也可以直接近10万块的薪水哦。你想一下，所以这个就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对一个鸡肋、一个垃圾一样的副议长职位会这么上心啊，比真首相还来的有，还来的有火啊！在议会强调为什么你们要阻止尼可敏代班的原因就在这里哦，因为可以鸡犬升天，他们可以自我安慰。所以这个就是阿扎丽娜为何会当这个职位，然后会现在当的原因。然后我再 extra 多一点，就是讲一下阿扎丽娜在国会也直接说她支持阿兹敏，哎，支持尼可敏，都是敏，我说错了、哦、支持尼可敏做第三议长。这个阿扎丽娜一这样子讲，很多西蒙的支持者沾沾自喜哦，说你看阿扎丽娜都支持我们的尼可敏，所以尼可敏应该要做议长，尼可敏很有能力。我看到这样子的言论，我也是阿拉妈，为什么这么笨的这些人？你想一下哦，阿扎丽娜在之前辞职的时候是说这个副议长的职位我要给反对党，而反对党是提名尼可敏的，所以一开始是说第二个副议长是给尼可敏的。现在阿扎丽娜已经退步了，从第二副议长变成第三副议长，而且这个第三副议长还是没有实现的、哦、还没有修宪，我们只有两个议长的职位，即便修宪应该会成功啦，如果真的有修宪应该会成功，你做的也是一个废柴的副议长，因为你是第三个，明显是因为要安抚你才特别制造出的职位，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哦！哦，你要当官啊？那我做一个新职位给你。你要当官啊？我做一个新职位给你，就像给阿扎丽娜当官一样，像给安华有部长地位一样，这样子全部人都有当官，皆大欢喜。但最伤心的人是谁？就是我们人民啊！你们的薪水、你们的津贴，全部是我们给的哦。沙比里、穆尤丁是慷人民之慨啊，拿人民的钱来养你们这些官位，而西蒙还在沾沾自喜。哦，这个是早前就已经大力抨击的。现在阿扎丽娜已经退步了，从支持你做第二副议长到现在也不是第二副议长啊，就是支持你做原本两个副议长的之一，两个副议长是没有分第一第二的、哦、现在阿扎丽娜退了一大步，变成了第三副议长，这个特别设置的第三副议长，我才支持你做。阿扎丽娜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第三副议长我就不支持你了，而西蒙这些支持者，而西蒙这些议员在那里耶、说得很好，谢谢你支持我们，你说愚蠢不愚蠢？这个就是最令人心痛的地方啊！你们完全没有大局观，这么的短视，这就是为什么西蒙会屡战屡败，每一次做决策都错误的原因、哦、所以这个是最令人失望的，真的真的很愚蠢、哦、所以关于这个阿扎丽娜的两点我就分析到这里、哦、今晚的